当小姐姐和狗子说吃饭，却一直没有动时。气死了！来，过来，别把小宝宝给吵着了啊！嗯，他不然到时候他也。过来，趁着我跟你说话，你再来，过来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是他说的话，又不是我说的。气成这样，啊！非常的意思是，说话又不算话，说的也是话呀。饭在哪儿啊？饭呢？气死了！我这样，来。你带我去，饭在哪儿？我去给你拿。你带我去吧，来，你牵着我去，快，你牵着我去给你拿饭吧。生气了啊，你看他放了一个小鸭子。